我的哥哥竟然让我跟他的好兄弟结婚，真是太难了。我才22岁就被催婚了。我才不想那么快结婚呢。我可是要做海后的女人。不对，这不是前两天被我当成变态暴打了一顿的人吗？什么？你今天在家做什么？快说。你坐那么远干嘛？给你介绍一下吧，这是我朋友秦三，这是我妹妹幼林。见过秦勇。谢谢年轮。在哪见过？还英勇？就上上酒吧。我可没去过酒吧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要是被哥哥知道我去过酒吧。对呀、他这么胆小，怎么可能会去呢？都怪他们硬拉我去。或许吧。不是大哥。能别一脸怪笑的看着我吗？你先坐一下。你过来一下。干嘛干嘛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这是我给你精心挑选的男朋友。好家伙，你呀，好好把握机会。现在都直接给我塞人了。咱能把你的坏笑收一下吗？你不说那什么？不是，这有啥好说的呀？说什么？我今天很好的，你哥不是说我是他给你挑选的男朋友吗？他瞎说的，可我当真了呀。还有你上次把我打得也不轻吧，怎么着也得以身相许呀。完了。